萝卜保卫战由贝贝我来排兵布阵，小粉丝们则是挑选僵尸突破我的防线，吃掉宅宅萝卜。上期有人说橄榄巨人像是，我知道他不害怕，但是这有点不公平。Nice， 贝贝姐，废话少说，看招吧，王僵尸冲啊！对着土壤里的我争辩，他站在对面如此显眼，他笑我在众人眼中的装点，遮住了最后道光线。对着土壤里的我争辩，他站在对面，哈哈哈，连守卫都碰不到，还武王呢。哼，要不是他一直跳我忘了走路，肯定能过去。我行了。贝贝姐，感谢科技传送僵尸。哎呦，超级加倍！像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，世界等着我去改变。虽然让他吃到守卫蘑菇，但是没有完全吃到。贝贝姐，那就不要怪我喽。嘿嘿，不爱。矿工僵尸冲呀！啊，小骨头，你耍赖！这波是空城计。